在今天早晨的时候，我要谈到的主题，一粒种子蕴藏着一片森林。当你今天看到一粒种子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一朵小花，可能是一株小草，或者是一棵树木。可是我告诉你，我们今天的眼光是要用神的眼光。当上帝看到一颗种子的时候，上帝不是看到一棵树，上帝是看到一片的森林。所以在最后这里有一段的经文，就是约伯记第八章第七节，你起初虽然微小，至终必胜什么？发达。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耶稣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什么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在这个比喻里说，如果你认识他所创造的一粒种子里面所蕴藏的大能，你不得不惊叹了。因为在这个看起来如此微不足道的种子里，它蕴藏着极强盛的生命力和极丰盛的繁殖力。你知道耶稣在这里面谈到的芥菜种，不是你爷爷种的嘎车。耶稣在这里面谈到的芥菜种，它其实是一种树。刚开始长的时候，你以为是一根菜，其实它是一棵树。在今天的以色列，你依然可以看到这一种树，它最高可以长多少米呢？可以长三四米。但是你看到它的种子，你会惊讶，这么小的种子能长这么大。我让你看一下它的种子有多大，这是一只手指头嘛，手指头上面一个很小的果仁，那还不是种子，种子还被包在果仁里。现在真正的种子来了，那才是真正的芥菜种。大家一起来说芥菜种。你知道它最大可以长多少米？可以长三四米。然后耶稣在这个比喻里甚至都说，有什么会飞过来啊？飞鸟都在树枝上，甚至被树枝荫蔽。一粒种子其实不只是蕴藏着一棵树，是一片森林。其实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神的国就是一粒芥菜种。耶稣是在说神的国是不断推进的，神的国是有生命力的。今天你在基督里也是一样的，你今天看起来这么微不足道。各位知道我们教会刚开始第一场聚会，十年以前第一次聚会有多少人知道？几个人？一个人。别人问我们说，你们的教会叫什么？万国丰收。几个人？一个人。哈利路亚。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芥菜种。神说，你不要小看这个芥菜种。我今天跟你谈到的是什么？就是你认不认识今天在你里面的芥菜种蕴藏着多么不可思议的能力。耶稣的门徒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只剩下一个约翰，所有的门徒都坐鸟兽散，尤其是那个夸口说众人都跌倒，我是万里长城永不倒的谁啊？彼得倒得最快，第一个撒腿就跑，因为渔夫有力气。他三次不认主嘛。可是这一群货色，容许我讲这个话可以吗？这一群的货色能成什么事儿啊？那你太小看神的国了。神的国之所以被称为神的国，是因为神在掌权。你的生命听好了，其实是神掌权，就是你愿不愿意让他来掌管你。如果你愿意让他带领你掌管你，你看看你的人生该多么精彩。因为我本天上一王子，
暂时潇洒在杭州。今天主要让你看见，不要藐视自己当下的微小。耶稣的这十二个门徒虽然少了犹大，补了马提亚，但是这十二个人原先都是如此软弱不堪的，直到今天成为改变世界的了。我跟大家谈到圣经的一个例子，就是申孙手中的驴腮骨，在士师记第十五章十四到十五节，申孙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申孙，他是地上的神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一千人。我在这里面要跟大家看见的是，申孙的同胞，当他们把申孙绑住的时候，要送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由非利士人处置。结果他们发现，当非利士人一群的人围攻过来的时候，圣经说耶和华的灵临到申孙，他身上的绑绳代表什么意思？就像今天很多人身上的捆绑，有瘾症的捆绑，网瘾的捆绑，毒瘾的捆绑，或者烟瘾的捆绑，或者情欲的捆绑，当神的灵临到的时候，一切的捆绑都必逃之夭夭。说阿们。发生什么？圣经说申孙他手无寸铁，他看到路旁有一根驴腮骨，忍住不要看你右边的，你知道发生什么？申孙拿起来就开始征战。圣经说他拿着这个驴腮骨击杀一千人。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一根驴腮骨，今天竟然可以被主拿起来用。你知道你是谁吗？原先我们都是一文不值的，我们的归宿就是地狱的，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今天拥有复活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赎买回我们，使我们今天被迁入爱子的国里。今天驴腮骨意味着什么？就是最不值钱的，放在路边谁会留意一根驴腮骨啊？关键是看谁识货不识货，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你知不知道今天很多人他对你不识货？可是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有一位识货的，所以他今天带领你来到这里，因为他要告诉驴腮骨说，起初虽然微小，但却可以成为我手中荣耀的器皿。你一旦认识到自己在谁手中，你就开始有盼望。因为我知道这么糟糕软弱的驴腮骨，你知道驴腮骨、是骨头、圣经没有说这个驴为什么会死在路边，也许那一天他不幸被一个狮子或者别的野兽给吞吃，剩下一堆骨头，也许他自己发病倒在路旁，然后那个肉呢渐渐腐烂，你知道吗？当这个肉还很多的留在骨头上的时候，上帝没有用它，那个肉代表什么？代表人的肉体一样很鲜活的时候，还有很多血，还有很多自己能够动的部分的时候，上帝就不能用，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是这根驴腮骨它彻底没价值了。上帝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已经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就开始史无前例开始介入的时候，驴腮骨主能用。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很多解经家认为她只不过十七八岁，当大卫击杀哥利亚的时候，很多解经家认为她不过十七岁，当约瑟被当作奴隶卖到埃及的时候，几岁？十七岁。我现在告诉大家，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一旦你认识到你在谁手中，
而你里面的芥菜种借着正确的环境会培植出来的时候，是光彩熠熠的，是荣上加荣的。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到大在学演奏钢琴。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参加一个比赛，非常失望的回家，因为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获奖，却发现连名次都没有排上。这个年轻人非常沮丧，他后来去找他教会的牧师，他就跟牧师掏心窝的说，他说，牧师啊，我不想再学钢琴了，我不想再练了。牧师是认识他的，因为看到他从小开始学，而且很有天赋和才华。这个年轻人那一天非常沮丧，他说，我决定要放弃了。牧师说，这样子好不好，在你决定真的要放弃之前呢，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所以他就好，那我跟你去了。牧师就开着车带他到一个山脚边，那个车啊就开始盘旋的往上去，在到达山顶，牧师停车，这个年轻人下车。你知道那一天是一个傍晚，牧师就带领他来到了山顶上，远远一大片是什么？是墓碑。牧师说，在你放弃之前，我先带领你来这里。这个年轻人说，牧师，这是干啥呢？牧师就问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在哪里吗？年轻人想了想，最富有的地方，你说的是比尔盖茨的家吗？你说的是巴菲特的公司吗？牧师说，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就在这里。那个年轻人瞪大眼睛，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是在坟墓里，是吗？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不是中东的油田，不是南非的钻石矿区，不是俄罗斯的铀矿区，而是在许许多多的坟墓里。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在那里有太多未实现的梦想，有太多未创作成功的歌曲啊，有太多未写成的巨著，有太多未完成的画作，有太多未实现出来的发明。生命中最大的悲剧之一，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一些财富未被开发就消失了。那个牧师就对年轻人说，你知道吗，在这个坟墓里面有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在他们创作出真正伟大的音乐之前，他们可能在年少的时候就离世了。在这个坟墓里可能有一些的小孩子，他出生不久可能就身上发生了一些疾病，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这个年轻人，当上帝让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带着一个很美妙的一个奇思妙想的一个创作，一种发明，一种设计出来的产品可能会改变世界的。但是他还没有成功，他就离世了。大家知道我以前在黑社会的环境中混迹，在那几年最堕落的日子，我看见我的周边都是跟我年纪差不多或者比我长一点的年轻人们，我看见我们是怎样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荒废年日的。直到今天我回想起那些日子，虽然没有那么伤痛，可是有时候我还会举起手为他们来祝福。因为在我认识的一些人中，有人正在监狱里，有人已经吸毒离世，有人依然在罪恶中挣扎。当我回想自己曾经堕落在黑暗中的日子，我脑海浮现一张张年轻而迷茫的脸孔，想到他们过着荒废破碎、心里孤独、外在伪装、没有目标的生活，心里就哀哭。也许多年以前他们都是有梦想和才华的学生，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抱负，
但渐渐他们迷失在物欲横流的世界，每天被酒精、尼古丁和各种欲望压制着。许多人每天过着这样的日子，就是对过去耿耿于怀，对现状充满苦毒，而对未来毫无盼望。去年12月下旬，韩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明星，一个歌手，他在家里烧炭自杀。其实我不太熟悉他，但是我询问了一下比我更年轻的弟弟妹妹们，我说你们有没有听过金钟铉？哇，他是一个自己会创作、会写词、会写曲，而且非常帅的一个小伙子。可是他后面在遗书里写了一段话，他说：“我想为自己做一次选择。”这就意味着他其实没有自己的选择。在做明星的时候，他其实是完全被经纪公司给掌控的。他说：“做名人的生活可能并不适合我，这是导致我痛苦的原因。我感到自己的里面出了故障，黑暗一点点吞噬着我，无边无际的抑郁最终将我吞噬，我实在无法战胜它。我厌恶我自己，不好的记忆一直抓住我，不管我怎么对自己说要打起精神，我也找不到答案。我真的无能为力，被堵住的呼吸如果无法通开，还不如就此结束。这个世界有多少的才华还没有被施展就淹没了。让我告诉你，上帝巴不得你活在世上的时候，虽然眼前看起来是这么的渺小，但他渴望你活在地上的时候是最大限度的活出最荣美的人生。听懂的人说阿们。我要跟大家分享今天早晨第一个方面，叫上帝从不轻看一个微寒的起点。我要跟大家谈到的一个圣经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你知道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对亚伯拉罕讲了一段话。创世纪17章，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上帝跟亚伯兰在这里面立约，说现在开始你不再叫亚伯兰，你叫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意思是尊贵的父，而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的父。这里面其实不只是名字的改变，而是人生轨迹的改变。亚伯兰，尊贵的父，你只是个人很尊贵。上帝说：亚伯兰啊，现在我想要让你成为万国的祝福。17章的第8节，上帝对他说呢：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各位都了解，最近美国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从国际的局势来说呢，是非常有争议的，因为巴勒斯坦人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而以色列犹太人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永恒的首都。别人就说：你们有没有搞错啊？你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群的难民，然后我们救济你，让你回到你们曾经待过的地方巴勒斯坦地区的，你们现在来了竟然就说这个土地就是你们的，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阿拉伯人在这里面已经生活了几百年了？为什么犹太人他一定要回到中东，回到这个火药桶呢？因为他们完全的遵行神的应许，他们领受神给他们的产业。上帝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已经给他们一个应许，说这个迦南美地是赐给你永远为业的。所以他们认定这一点。我今天不是探讨政治，我乃是说从神的应许来看，犹太人他们是非常坚持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听好，当上帝跟我祖先立约的时候，也是跟我立约。
有多少人知道亚伯拉罕也是你的属灵上的信心之父？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其实也是把这个约的祝福赐给你的。你当然知道这一点。我告诉你，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犹太人今天在世界上是怎样的兴旺和有影响力，何况今天我们属灵的犹太人，属灵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海边的沙是指今天活在地上的犹太人，而我们呢，是天上的星。所以上帝跟亚伯兰有一个立约，说凡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凡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下面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是从一个人开始。亚伯拉罕原先还是不能生育的，但你看到今天生生不息。虽然希特勒曾经被魔鬼掌控，想屠杀上帝的选民，但是神的计划没有被终止。直到今天，当你看到整个世界犹太人的人口只占全世界总人口的0.2%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历代以来一些有名的犹太人，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天才画家毕加索，文学家卡夫卡和茨威格，表演艺术家卓别林，音乐家门德尔松，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谷歌的创办人是犹太人， Facebook 的创办人扎克伯格是犹太人。你看犹太人的名字啊，他通常后面有伯格的，斯皮尔伯格，扎克伯格。今天 Facebook 的老板，世界上最年轻的百亿富翁，最年轻的是犹太人。凭什么是他？很简单，因为上帝就是把这个创意和点子放在他里面。英特尔的创办人，甲骨文的创办人，还有戴尔的创办人等等，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只占全世界总人口的0.2%，但是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犹太人共拿走41%的经济学奖，28%的生理和医学奖，26%的物理学奖，和19%的化学奖。与此同时，有一个统计，他说犹太人是拿走了1/3以上的普利策奖，这是在新闻行业最有名的一个奖项，1/3以上的奥斯卡奖都被犹太人拿走的。为什么犹太人虽然他的人口比例那么少，但是他今天在世界上有那么成功的影响力？让我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你今天早上要听懂这一点。我告诉你，你听懂这一点了，你整个生命思维一旦开始改变了，不得了。我告诉你，很简单，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之所以成功，其实是他们的教育和他们的文化中有一个刻骨铭心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有一个永不磨灭的一种信念，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是上帝特别特别特别的选民，所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我。他们的思维里面，我告诉你，不是某一个人啊，否则你回头看看，为什么在今天的谷歌，在今天的美国科技界，甚至我看到一个报道，他说美国1/3以上最顶尖的律师是犹太人，美国大学1/3以上最顶尖的教授是犹太人，还有很多的演员在好莱坞的几大电影公司里，超过一半都是犹太人创办的。很多世界上很大型的财团，像高盛公司、雷曼兄弟，老板全都是犹太人。为什么会成片成片的这么多出类拔萃的人？不是一个人的成功，你了解吗？在任何一个行业里，他们的思维里有一种观念，说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你了解吗？我们不一样在哪里呀？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我活着，我里面有不可思议的财富、能力、创意、卓越，可以彰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很遗憾的是，在今天中国的教育语境中啊，我们的爸爸妈妈也好，老师对待我们的话语也好，很少能够带出这种观点来看我们。什么观点？上帝的视角来看人的。我们如何来看人？成绩不好的就是什么学生？就是差学生，就是坏学生。我们是用成绩来评论一个人的价值。遗憾的是，从小到大我们已经麻木了，我们不懂得这种辨别力，因为我们给自己的定义就是我是一个坏孩子，因为我是一个坏学生。原来坏学生就一定等于没出息。所以小时候不知道您爸爸妈妈有没有跟您唠过这种嗑，我们那一代的爸爸妈妈常说这个话，好好读书啊，不读书的话要种地的。什么叫种地知道吗？种田的。很遗憾的是，当我真的没有好好读书，后来我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因为是种稻田的。各位，曾几何时，我的那种排山倒海一般的自卑深深地掌控我，让我抬不起头，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不会有出息。今天我们是谁？我们不一样。跟你旁边的人说，俺们不一样。哎妈，我们是什么人了？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到第九节，在这里保罗掷地有声地谈到我们在基督里是谁。保罗说，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谁？子孙了。以信为本的什么意思？今天你只要因信称义的人，你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之所以让你看到犹太人，其实是提醒你啊，很多犹太人都还没有信耶稣啊，他们的里面还没有圣灵啊，他们只不过是因为有正确的信念，他们相信他们是特别的，而上帝也确实给他们特别的恩宠。那么难道在今天在耶稣基督里的你还不如那些里面可能没有圣灵内住的人吗？你为什么要羡慕别人？其实更大可怕的事情不是你不如别人，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是你被蒙蔽了。告诉你说，我们这个民族就比较差，你这个阶级没出息，你这种家境没盼望，谎言。如果你知道你有谁，你就不在乎你有什么。再说一遍，如果你知道你有谁，你就不在乎你现在的环境是什么，你拥有手头上拥有多少资源。你告诉我，约瑟在地牢里有什么资源？你告诉我，他在坑中被卖到埃及，他认识谁？只有一个答案，耶和华与他同在。够了，因为耶稣与我同在，我就是多数。哈利路亚！跟牧师一起来说一遍：主耶稣与我同在，我就是多数。一个极大的蒙蔽，就是你觉得你没有，所以你不会跨越，你不会突破，你会在安乐窝里。林牧师今天不是告诉你马上冲出到大街，大喊一声：“我要改变世界。”我乃是说，从你的思维上开始转变一个认知。我今天可以默默无闻的，我可以很微弱的开始起步，但是我知道，义人的路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义人虽然七次跌倒，上帝要把我提起来，必有恩惠怀绕着义人，因为我是神的孩子啊。我们拥有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种子，无限的可能。什么叫做成功的人生？成功的人生，或者说卓越人生的定义，不是拿我们与别人的成就比较，
而是达到我们的最好，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恩赐、才华、能力都发挥到最大限度啊！一起来说，神赐给我智慧、恩赐、才华、能力，我可以发挥到最大限度。遗憾的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自己的表面。哎呀，怎么可能？牧师，不要开玩笑了，像我这种没水平的是吗？讲话都不会讲是吗？这很害羞的样子，这不行。听好，牧师已经说不一样，你就是不一样。其实我们被蒙蔽在哪里，就是你看现在自己彰显出来的那10%而已。大家都知道，曾经有一个号称永不沉没的游轮，它是怎样沉到海底的？铁达尼号。在1912年的时候，这个号称永不沉没的游轮后来沉没了。为什么？因为撞上了冰山。冰山是个什么东东呢？如果今天你在北大西洋或者在南极北极，你看到上面的冰山，无论它很小还是很宏伟的冰山，听好，它水下面的远远大于水上面的，通常的比例是多少？是1:9，那才是冰山真正的全貌。我再说一遍，冰山通常是1:9或者是2:8，九在水面下，一在水面上，或者八在水面下，二在水面上。你说牧师，怪不得我浮出水面的很二，原来都在水面下。挺好，现在别人认识的你，只有你真正智慧的20%而已。现在你真正彰显出来的能力，是你整个生命可能不到10%而已。科学家说，全世界最厉害的一个大脑就是爱因斯坦，他的能力、他的思维，最多只用了10%还不到。在你里面有无限的可能性。我只是让你看见，不要被眼前蒙蔽。大家都知道平月圣牧师，我常常听到他讲到这一段的见证，我深深被感动。大家知道，今天神使用平牧师成为传讲恩典福音，在整个世界带来极大的影响力和很大的祝福。可是曾几何时，他是一个讲话口吃的。他说，在他以前读书的时候，他班上有一个老师，那个老师真的有点过分，专门欺负他。因为他知道，叫他站起来读课本的时候，平月圣牧师那个时候，他每一次被老师点起来读课本，他一定结巴的。你知道啊，尤其在那种情窦初开的年纪啊，一个男生被叫起来当众受羞辱啊，然后那些女孩子笑得前俯后仰啊，对平牧师来说是造成极大的打击的。平牧师说，有意思的是，有一次那个老师竟然还来他的教会聚会，聚会结束以后写了一张纸条给平牧师。那个老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主，但是平牧师说他看到那个纸条上面写了一句话，他说，平月圣，我现在真的看到什么叫做神的大能。哈利路亚。你觉得你不能，因为你不认识你真正的冰山到底蕴含着什么。我们在寻寻觅觅，你知道吗？你在找人帮你开发，我不是反对，但是我先把答案给你。唯一能够开发你淋漓尽致能开发你的，是你的兄长主耶稣。不要指望人，你要来到他面前，看他怎样把创意从你的里面发挥出来，看他怎样把你里面的耐力从你里面发挥出来。我告诉你，我以前是一个超级没耐性的人，
脾气非常火爆的人，我以前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但是我知道连忍耐力连节制都是圣灵的工作，他会帮助你。你知道吗，我们中间有些年轻人，你定了一个目标，你定了，可能有三天热度你就放弃，因为你觉得不是你不愿意，是你真的没这个耐性。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当圣灵接手来掌管你的时候，连你的耐性都情不自禁的。哇，我以前很想放弃，虽然也许我现在感觉到有累的感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有喜乐和力量往前坚持下去。连这个能力都来自于神，来自于哪个部分？冰山水下面的部分。你里面有无穷的爱，里面有无穷的智慧，甚至是无穷的忍耐力，它都可以让你流出来，让它开发你。你知道你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不是延续一个宗教的聚会，牧师不只是把真理跟你分享，揭开你被蒙蔽的，让你看见你的人生有无限的可能。与此同时，我们也一起来经历耶稣。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他充满我们，一次一次与他的相遇都是让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好让我们原先很想逃避的，很想放弃的，不知道为啥我现在竟然有力量往前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下面是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的工作在原文里面，他竟然是说这是一个杰作，是精心制作的产品，是精美的手艺。当你的灵里的生命力释放出来的时候，你的外在都改变。这是为什么撒来名字改成撒拉，神的嘿气息，恩典的气息吹到他的生命中，他的身体都开始发生返老还童的变化。你要看见自己在神手中是一个荣美的杰作。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从神差来的就说神的话，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其实这一节圣经是讲到耶稣，但是如果你查考原文，你就知道其实不只是针对耶稣，因为原文里面大屏幕上的括号给他这两个字原文中是没有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就是从神塞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灵是没有限量的。什么意思？不只是给耶稣，今天同一位圣灵在谁身上？在你身上，没有限量。当你放手，上帝反而更好的开发你，不再是要眼前多少的成功，你只要主耶稣，他更大能的开发你。大家来看今天我们的背景，我们今天的背景是一扇一扇的窗户。什么意思？我们的童工用电脑制作的。我跟我们多媒体事工的领袖这样分享，我说我里面有一个感动，这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搞一个这样像彩虹一样五彩斑斓颜色的窗户，因为每一扇窗就代表每一个不同的生命，你代表一扇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色儿、不同的特性、不同的风格，但是你知道吗，在神眼中组合成一个漂亮的画面。而窗户代表什么呢？代表无限的可能。每一扇窗户打开的时候，都代表在这扇窗户里面上帝可以有很多奇妙的作为。所以一扇一扇的窗户就代表在神的国度里，一颗一颗的芥菜中你是特别的，也是荣上加荣，可以被神使用的。听懂的人说阿们。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吧。圣灵曾经怎样在耶稣身上，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行很多奇妙的神迹，彰显天国的荣耀和大能。今天耶稣对你说，孩子，我要把这一位圣灵差遣下来，
住在你里面，跟你旁边的人说，圣灵就在你里面啊。你们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请大家特别留意来，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因为神本性多少的丰盛，你里面有多少神的丰盛，所有天国的丰盛 ING 现在就在你里面。不要羡慕别人，你只要跟随圣灵。哈利路亚，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创意，一切的才华，一切的智慧，无穷无尽的，因为他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圣经说的，如果今天早晨你相信神的话语，哎，年轻人，让牧师这样子的来鼓励你，如果你看见耶稣当年在地上他是怎么活的，我告诉你，耶稣常常做一些令人匪夷所思出其不意的事。彼得就问说，主啊，我能不能走在水面上？哎呀，主耶稣啊，你自己走水面上就差不多了，你还要把人拖下水？耶稣就很简单讲一句话，对彼得说，你来吧。彼得开始走在水面上，当他看见耶稣，那就是信心，信心就是看耶稣。而当彼得开始看环境，就掉下去。耶稣的一句话让彼得可以超越自然的规律。听好，彼得不是走在水面上，彼得是走在主的话语上。当你走在主的话语上，你就走在超自然中。如果每一天你让主的话语来建造你，来带领你，你跟着主的话语走，神会带领你，不知不觉你会超越的。约翰一书一章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怎么样？我们都我要让你说出来，说出你的名字，林辉辉都领受了，说你的名字来，一二三，我们都来，再来一遍，说你的名字，某某某都领受了，一二三，来，大声的宣告出来好不好？来，一二三，来，领受了多少的丰盛？有没有领受智慧？有没有领受神的能力？有没有领受无穷尽的创意？你看上帝创造的世界，彩虹不是灰色的，彩虹是七个颜色，红橙黄绿青靛紫，彩虹七个颜色。上帝喜欢什么？上帝喜欢多彩多姿，上帝喜欢色彩。你看他创造的动物，小的时候啊，老虎看起来像猫，但其实是完全不同。上帝哪怕就是很细微的差异，他都可以让你看见不同。没有一片叶子跟另一片叶子是完全相同的，不可能的。世界上有多少不同的叶子，无穷无尽。上帝向我的意念其数何等众多，什么意思？他太丰盛了，几十万种鱼类，有必要吗？直到今天，科学家连有一些鱼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因为有一些的鱼人类甚至都还没发现，有必要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说，没办法，我只是小狗一下的，我只是一句话，我还没有两句话呢，我只是说要有很多鱼，啪啪啪啪啪啪啪，几十万种鱼啊，很多鱼科学家没有发现，几十万种陆地的动物，几十万种鸟类，不是几万，是几十万，甚至加上没发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鸟类、鱼类、动物啊！无限的创意。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当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是他，他是谁？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他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借着他就是我的，因为神是他
成为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的智慧就是耶稣啊！今天我要智慧，其实是说我要耶稣。感谢主，智慧的本身就在我里面。你告诉我说，所罗门更大能还是耶稣更大？所罗门的智慧在当时已经不可思议，而耶稣远远的超越所罗门，因为连所罗门的智慧都是耶稣给他的。他今天不在旧约中给你智慧，他直接住在你里面。这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什么叫心意更新？你开始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子。小孩子的样子是怎样？小孩子很单纯的信赖爸爸。这个能吃吗？能，他就吃。爸爸，这个能喝吗？能，他就喝。现在主对你说，孩子，我就是你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信吗？你说我信。主对你说，如果你信，不要羡慕别人好不好？不要追某一个星好不好？你就是最闪亮的星，天上的星。你可以向某一些的人学习，但不要崇拜人，因为主耶稣在你里面。你为什么要羡慕别人？为何要浪费时间跟人比较？我告诉你，我们看自己常常跟神看我们的眼光是不同的。我们常常看到自己的软弱问题，上帝根本不太计较和在意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就你现在这些小问题跟他在你里面的荣耀要彰显出来相比，都是小 case 啊。跟牧师一起来宣告说，我的问题小 case 啊。来，再吹一下，来，一二三，我的问题小 case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些问题都算不了什么，会离开的，脱落的。不要再看你自己的不好。主耶稣啊，你帮助我，把我里面的智慧、耐力、喜乐、平安、圣洁的生命流淌出来，流淌出来。大家看一幅图画，这是一个世界著名的雕塑像，大家都知道这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师级的杰作。可是你知道吗？这一块大理石原先是破损的，而且被放在一个地方已经半个世纪了。有一天米开朗基罗看到了这块大理石，长方形的，米开朗基罗很喜欢，他就问那个修道院，因为放在修道院里半个世纪了，就问修道院里面的一个人，他说，我能不能把这块大理石搬走，我要给他处理一下。修道院的人说，你知道吗，这块大理石在的时候我都不在，他在的时候我还不在。他说，这块石头已经破破烂烂，很多破损的，你有什么用啊？听好，这就是人眼光的差距。世界上最大的差距就在于，有人看到一块石头是石头，有人看到这块石头是杰作。米开朗基罗把这块大理石搬回去，就开始敲敲打打。当他把大卫像搬出来的时候，众人都讶异，因为当他们近距离的观察这个塑像的时候，他们发现米开朗基罗的精致到一个地步，连他肌肉的纹路都栩栩如生，整个人非常健硕的样子，看起来孔武有力，非常健康的一个模样。这是男性之美吗？哇，所有的人都讶异，他们就问米开朗基罗，他说，你为何能够做出这么精彩的雕塑？米开朗基罗简简单单回答一句话，他说，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只是把这块石头上多余的东西给去掉而已。哇，精彩。今天上帝看见你的时候，上帝根本不是看见你身上
像一块木头，像一块石头的样子。你终于知道牧师为什么要带一块木头上来。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有人看到一块石头是石头，有人看到一块石头是杰作，有人看到你就是一块木头。这些木头有什么用啊？啊，有什么用啊？别人把你当作卑贱之物。但是我告诉你，当上帝看到你的时候，也许你只是一个半成品，上帝说，哇， beautiful， wonderful， 哇哇，太爱了。上帝说，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品。孩子啊，在你接下来的人生中，我只是要把你生命中一些不好的东西慢慢慢慢的改变。你不要着急，这是圣灵的工作。也许从小到大，你在家人的眼中就是个半成品，有什么用？不值钱，人家碰了你还嫌手脏。上帝怎么看你？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有一天我在祷告，神给我一段话，我写下来。孩子啊，不要期待所有的人都用我的眼光看你。无论人现在如何认识你、评论你，在我心里你永远是唯一，你是最美的杰作。现在上帝要对你说，孩子，我能不能邀请你来跟我配合，渐渐的将你身上的荣美呈现出来，渐渐的呈现出来。就像今天当你看到这块木头的时候，你看到这块木头是木头，可是木雕专家那些艺术家看到这些木头，可能是旷世奇作的最重要的原材料。今天主把你放在那里，你的名字刻画在我心中，你的脸孔，神要对你说，声音在我心中，不适应着，啦啦啦啦。不管你有脸上多少青春痘，虽然有时你会照镜子的时候充满自卑，你多么希望鼻子小一点，皮肤白一点，但是天父他深深地凝望着你，还要对你说 I love you forever。 哈利路亚。听好，你我的人生正在施工中。跟你旁边的人说，别急，我正在施工中。圣经有一个人就是彼得，这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他充满了羞耻。但是最后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后来他复活之后，有一个天使在耶稣的坟墓里等着妇人过来。到那一天，玛利亚还有另外的门徒在坟墓中去传话，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心里面最牵挂的是谁？你发现这段圣经很有意思，你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哎，彼得原先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啊？可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面借着天使却要说，你们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呢？难道彼得原先不是耶稣的门徒吗？是。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当彼得三次否认主的时候，彼得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一句话，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彼得自己已经借着他的话语把自己从耶稣门徒的行列中甩出去了。彼得不断的自我否定，你可以想象一下，当耶稣复活之后，那个时候的彼得多么的孤单，多么的落寞，
多么的沮丧，多么的灰心，就像这块卑贱的木头，他把自己已经当作废物了。可是当耶稣复活之后，耶稣特别点出彼得的名字，彼得，虽然你已经把自己从我门徒的行列中踢走了，可是我的心一直牵挂你。他记得天使告诉玛利亚，去把彼得叫回来，告诉彼得，我非常牵挂他。彼得啊，不要为你之前干的蠢事再耿耿于怀了。彼得啊，不要再为着你之前的那些失败感到灰心沮丧了。彼得啊，你要知道我怎么看你呢？我告诉你，你知道彼得最后是以什么样的姿态 I will come back， 彼得怎么回来的？到最后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被圣灵充满，他站起来传讲耶稣。那一天绝志的人后来受洗，共过南丁就有3000，软脚虾彼得成为一个义无反顾的宣教士。彼得，你告诉我，彼得最软弱的是身体哪一个部位？大嘴巴。你告诉我，上帝最大能使用的是彼得哪一个部位？漂亮的嘴巴。拍照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拍照都要这样拍。我可以想象一下彼得多么怡然自得，讲到说，弟兄姐妹哦，主好爱我们哦。他想到自己这一张醉的贱嘴，他都想恨不得拍自己。现在他自拍的时候，我的嘴巴好美哦，弟兄姐妹，哇，翻天覆地啊。同工竟然可以预备到木头，真的可以找到木头。今天你就是这个木头，你了解吗？虽然在人眼中你是这么的卑贱，在人眼中你可能是个累赘，在人眼中你就是个废木头。可是我告诉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他爱的就是你，他唯一爱的就是你。哦哦耶耶，哎妈，听好，你看到木头是木头，他看到木头是伟大的艺术品。而现在的状态呢，同工真是细心，什么都准备。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你正在施工中。上帝今天为什么让你来到这里？因为他要借着道，他对你说，孩子，我帮助你改变，我帮助你翻转，我这里加增一点。你了解吗？这是神在你生命中所要做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听好，改变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力量，你自己给不了力的，改变是来自于恩膏的源头。当你连接在主耶稣身上，了解吗？自这就是你今天要自我认识。也许在主的眼中你就是这块木头，了解吗？然后人眼中你一文不值，你生命中有很多软弱，可是主对你说，孩子，你放心，我帮你这里改变一点。上帝给你自由的，如果木头不愿意，他也不勉强的。他就问你说，孩子，你的生命不要怕，只要信，有我在。主要对你说，孩子，不要怕，只要信。还有什么工具呢？你放心，上帝有很多工具的。上帝在对你说，孩子，不要怕，在你生命中这里改变一点，那里修整一点，来这里，这里夹一夹，因为这个是个累赘，这是个枯枝，你知道吗？来，很好，放在这里，这里是个烂掉的，这里再敲一敲，是吧？这里再搞一搞，
哇，挺好，对不起，对不起。上帝说，正在施工中的你，如果你 follow me， 我会看见你的生命在他的爱中将多么的美丽啊。一粒小小的种子，对不起，这个种子有点大。谢谢，谢谢大哥，谢谢，给奥斯卡影帝一个掌声。 Amen。 你是一颗种子，不要盯着自己现在的树皮的样子，这个德性，你觉得自己很糟。我不是说你的皮肤，不要对号入座。有时候你生命中呈现出来的，你很不满意，你会恨自己，我刚才怎么说这种话，我刚才怎么做这种事，我刚才怎么会，哎呀，这么糊涂啊。主说，孩子，不要再留恋在失败里，抬起头来，当我仰望，问题变渺小，起来看耶稣，他会带着你荣上加荣。你知道今天下午的时候每个人会发一件 T 恤，今天下午吃完午饭之后赶快回来，每个人发一件 T 恤干什么？在 T 恤上面绘画。我要让你勇敢的把你心中最想对天父的回应的表达画出来，听好，不要画你隔壁的女生，忍住好不好，弟兄兄弟们，可以吗？把你心里面最想对神的话语的回应画上来。我在结束的时候要拿起米开朗基罗的画笔，我给大家画一幅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杰作。谢谢大家。你知道 Amen， 给我两分钟的时间，我最想画的是什么呢？你知道这代表什么？美不美？都有一双发现美的眼光。艺人的路像黎明的光，越走越亮。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神带领我的人生越照越明，直到二五明文周身丁不楼雷，明文周身破吹雷黑，明文周身空下座内座，要么吹来别楼雷伤心，啦啦啦啦啦，我越能一生文云陪伴你。这是阿巴夫要对你唱的，你的人生像红日一般越照越明。今天下午画完之后就穿起来，每一个小队拍一张集体照，了解吗？我要请所有的人大能的释放你里面的创意吧，一起从舞台站起来，举起双手来跟牧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一起说，亲爱的阿爸，我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看见在基督里的我是何等的有盼望，在耶稣基督里我不是旧人，我是新人，我不是黑暗中的，我是光明之子啊。亲爱的主啊，让我看见，用上帝的视角看见我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啊，我不再自我限制了，我不再被蒙蔽。亲爱的主啊，你来掌权，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一步一步的跟随你，带领我的人生走在你完美的计划中，让我活出你创造我的样式，让我的出场设置全然的发挥，
淋漓尽致的，毫无保留的将你的智慧流淌，能力流淌，将你的爱流淌。谢谢主耶稣，永远爱我，接纳我，我必然越走越光明，越照越明，越发光亮，荣上加荣。在主名面前，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我决定靠你握住，常常以颂赞为祭，因你是真理，道路生命，除去罪孽的羔羊，你是我的力量，我的保障，我投靠信任你。叫东大海是海洋的波涛汹涌，我称颂你本伟大，当受赞美和尊崇，软弱能测量，在上的诸天之头，下地的根基，还是不能量度出你对我的慈爱和怜悯。胜利。